医生和女儿的英文是常见的发音错误哦。大家好，我是Sophia老师。前面不是念搭，也不是都。观众朋友说女儿念 daughter， 医生念 doctor。首先教女儿的发音。如果你觉得daughter、daughter 我都听过，那是因为美式和英式英文的发音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不管它是美式或英式，它们都是正确的。大部分台湾的学生是学美式发音哦，但很多人真的把它念成 do 的这个音，要念哦。美式发音 daughter daughter daughter， 英式发音会比较接近 daughter daughter。 除了母音不一样，它的尾音也差很多。我一般会建议，如果你是学美式英文的话，那不要一下变英式英文一下变美式英文，选一个来去发音。如果你两个都是念美式发音，可能真的会混淆。女儿 daughter， 医生 doctorDoctor， 他们两个其实就差在那个 K 的地方，它其实是一个停顿。一般母语人士会把舌头放到 K 的位置，但是不会把那个 K 念出来，会变 Doctor Doctor。 有人可能会念 Doctor Doctor， 如果念得非常小声，你可能也是会听不到的。比较看看两者的美式发音 Daughter Doctor DaughterDoctor, daughter, doctor， 记得后面的 R 一定要念哦。很多学生可能觉得比较难发音，常常会被忽略。还有其他想要学习的发音吗？留言区告诉我哦。